花莲市天顶宫建宫37周年及安座入伙3周年，一连3天举办了祈福礼斗法会。在法师带领诵经之下，宫庙的管委会成员一同为花莲祈求和气平安、风调雨顺。位在花莲市国府里的天顶宫今年建宫37周年，从星期五开始，一连3天举行祈福礼斗法会。我们今年是第3年入伙安座，第3年的庆典，所以我们今年有普渡，像我们今年就开始办理那个亲子写生活动，所以我们希望把我们在这边发挥我们地方的亲子和地方的家长都能够来信仰道教，这样我们庙这边很传统，比我们妇女老幼都可以走，我们不用到爬到楼上去，都是我们的流线那个竖线流动方式都很好，很都一平面都是可以拜拜，我母娘娘有5母都是在这边，然后我们那个玉皇大帝啊，3清道祖这样。广场上摆满了120桌的贡品，庙方会在法会结束之后捐赠给需要的弱势家庭。日前庙方也首度举办亲子写生比赛，吸引了很多乡亲来参加。庙方表示，新冠肺炎疫情持续延烧，造成民众人心惶惶，也期望借由宗教力量来抚慰安定人心，让各行各业能够事事顺利，乡亲安居乐业。记者刘明胜，花莲市报道。